上尉，丢达尔上将下令在进攻奥古斯特格勒前召开最后一次战术会议，我给你接通他的作战指挥室。啊，上尉，我们一直在等你呢。你应该已经得知了我们正在协商最后的进攻计划。有一点你必须了解，虽然明斯克无法召集增援，但他的现有部队数量依然很庞大。明斯克此人用兵老练，你最好小心他可能发动的一切反击。还有你要记住，上尉，虽然我们解除了明斯克的核武装，但他还指挥着相当数量的战列巡航舰，我们怀疑他一有机会就会利用这些战舰来攻击我们。不要放松警惕，上尉，让这个皇帝看看地球联合理事会的能耐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，设定航线。准备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护盾启动，武器上线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交火，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遭到攻击。基地遭到攻击。FVB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收到。增援正在途中，请耐心等候。FVB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通讯器就位。准备就绪，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表明身份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马上，长官。交火。我在这里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我在这里。终于来了。附属建筑完成。
设建筑完成。格里亚已启动，任务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明白了，马上，长官。建筑完成。SCV 准备就绪，格里亚已启动。通讯急救位，导航通讯。附属建筑完成。通讯急救位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收到。任务完成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我不能在这里建造啊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 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，收到。
救位。频道一，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等等。隔离隔离系统。就是这个。系统运转正常。没错。任务完成。通讯器就位。任务完成，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请下令，长官。正在进行。隔离隔离系统。升级完毕。报告。准备出动。高能瓦斯不足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收到。请下令，长官。目的地是。
请下令，长官。是长官，快点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任务完成。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？格利亚已启动。准备出动。正在遭受攻击。升级完毕。
是长官。 SCV 准备就绪长官。格利亚已启动。有命令吗长官？马上长官。 SCV 准备就绪长官。有命令吗长官？什么事长官？明白了。附属建筑完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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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研发完成。明白了。攻击高能瓦斯不足，屏障内巡航舰准备完毕，通讯请求外内巡航舰准备完毕，任务完成，频道已打开，任务完成，已打开呼叫频道。准备完毕，已打开。
呼叫频道。正在遭受攻击。战略巡航舰准备完毕。明白，长官。你好，指挥官。我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收到通讯。你的部队正在你好，指挥官。设定航线。别着急。就这么办。交火。就这么办。交火。交火。你好啊，指挥官。设定航线。就这么办，别着急。上尉，我在低空轨道发现了帝国旗舰诺拉德三号，因此皇帝可能想要逃跑，接收到传输信号。我是泰文帝国的皇帝明子，我想立即与你们的最高指挥官进行谈判。帝国西层的阿克图尔·斯宾斯终于出现，在我们打扫战场之前，我也想跟你谈谈。我是吉尔阿特·二上将，必须得夸奖你一番先生，你确实把我们的进攻阻挡了好一阵子，是个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谢谢你的夸奖，先生，但你应该知道，你在这里的胜利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，只是拖延时间而已。我可是推翻了联邦的人，推翻你也一样不在话下。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先生，因为你会跟你手下的其他官员一起被公开处死。你敢？一个自封为皇帝的人在这里跟我说敢不敢？你的风光已经到头了，平民林克斯。上尉。被逮捕这个皇帝，各位，你们的计划恐怕得延后了。长官，汉军指挥舰修伯利安号刚刚进入了我们的反应期范围，它后
后面还尾随着一支新兵小舰队。什么？这些入侵者都是些什么人？精锐呢？你来这里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来救你这条贱命，阿克图尔斯，你就闭嘴坐稳吧。不过别误会，我们之间还有一笔账要算的。只是眼下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想要你活命，赶快准备好你的舰船。不可容忍，竟然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跑了，给我抓回来。